家恭喜新年好，我是焦老师 Jerry。 今天是新年的特别企划，大年初一嘛，对，就是要干嘛，写春联。春联写春联还是什么时候写春联？没有，我觉得春联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写好。对，但是反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要写春联，对，特色春联，没错。这个春联的上下联都是我们自己想的。啊、然后呢，你多久没有写毛笔了？我不瞒各位说啊，我就是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有写毛笔。我也是国小写完毛笔就再也没有写了。以前暑假作业不是还要规定一天一张纸，然后到时候要缴不到几十张宣纸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宣纸嘛。对，然后我的都是班上就是，类似最丑的那一个区块 的、哦、的，对，真的。那你还蛮惨。所以今天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。那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毛笔课啦齁？现在我也不晓得，因为现在好像也很少人在写毛笔，我们在买毛笔的过程也还蛮艰辛的，有点难找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先写那个人压力一定比较大，大家都这么久没有写毛笔，都是20年的事情了嘛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先写，然后呢写完第一张，然后就再换另外一个人写第一张，因为我们一共要写3张。我们要先讲我们自己要写的那个春联吗？可以啊。好，你先讲。好，我的叫做炮竹新年除旧岁，炮竹一生。Are you serious？ 你再给我很有自信的讲一次。我的叫做炮竹一生除旧岁，长笛一声轰天雷。哇，很响亮。好，我的呢是因为我有感而发，钢琴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年终也没有尾牙可以吃的一个职业，大部分啦。所以呢，我要写的是自己尾牙自己办，自己年终自己赚。哎、也是挺不错的。好的，笔呢有大楷、中楷、小楷，赢的人可以先选他要什么楷、哎，因为赢的人已经很衰了，我们就让他先选什么楷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什么楷都没有差了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觉得赢的人可以决定另外一个人要拿什么。我觉得没关系、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会赢，然后我想要让你拿小楷。我觉得你觉得你会赢这件事情是这个新年的一个新气象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要出什么。我不是没有，我看过你的字哎。我从头到尾都知道你要出什么。你知道他有多不喜欢写字吗？他都一直写英文，不是因为他英文很棒，是因为他中文字实在太惨了。这是他自己讲的。我说你可以不要在剧本上面每次写英文吗？他说不是啊，我中文字真的太难看。你还记得是你自己讲的？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好，所以你现在要跟大众证明，就是我一般的笔写的不好，并不代表毛笔写的不好。没错。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传说呢？我们要不要打破这个流言呢？今天就来看看。好，你可以决定我用什么笔，反正你也不一定会赢。好、啊，来来，等一下哦。我不想输。没有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。等一下，赢的人先写吗？输的人先写吧。输的人先。然后赢的人要规定他可以拿哪一张。哇，他都已经要先写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可怜？对啊，所以要写的人不能决定吗？对啊，不能决定啊。这个猜拳的梗会不会太久掉？但是我必须要小心。我早就料到你要出。好了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来，我要用什么笔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让你用什么笔，但是我知道你最想用大楷。来，小楷来拿去。不是，我不会写小楷啦。你相信我，你也不会写大楷。那你就开始吧。小楷是不是？你小楷，然后你告诉我第一个字是什么。我们不能写错，因为我们没有多的纸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知道以前他们都是要。然后你这样啊，你就这样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必要这样，因为。你等一下写下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多余的。我来喽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好可怜。这个毛笔是这样拿的 ，OK， 这样拿的。我不在乎。现在大家比较少在学毛笔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要教人家写毛笔啦，等一下我们被骂啦。大家知道，小朋友不要学哦，我们不一定是最标准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一个新年快乐了。我看新年快乐玩的就是春联游戏啊。就是如果我们写的太丑，大家请不要太生气。对对对，对我们尽力了，你要尽力哦。我要运气。我跟你讲，你动作尽量少。
你会感谢我的，因为你一下比就是这前面整趴都是。你想他这个资源多。我先想讲好，要非常认真写，你不可以乱画。没有，我是真的要认真。你没有看我拿这么认真，你凭什么会觉得？我就一下笔会这样。你看起来已经要这样。没有，小凯就是这样，没有人小凯这样拿的啦。好啦，我真的要很认真写。你看以前古代的都会这样吗？这样子拿着，这样就秀着嘛。你看我们今天穿古装，就真的感觉到了。看下去，我跟你讲，还没下去已经6分钟。火字旁的炮还是石头的炮？你不是很会吗？我刚叫你写，你不要试写，那你没办法。好，火字旁。我不会跟你讲的。我跟你讲，火很难写下去。你要不要写在圈圈里面呢、啊？圈圈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叫一杠哦。快点啊！下去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先写这一笔？石头的石啊。是火啦。石啦。对啊，你的第一个字是什么？那这个给你，我没关系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你这个！你凭什么叫我拿着你自己先走？我跟你讲，你要下笔之前，你说火啦，我要让我想写诗，叫我情何以堪？对啊，我知道可以啊，这个长笛的长啦。好了，那你换一张。我换一张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哭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傻眼哦，我真心的流泪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给 Eric。我跟你讲。凡事起头难啦、啊，好嘞，火炮，炮。你怎么不见了、啊？我跟你讲好多，都我刚做的稿子。你第一笔，我还不确定你错。你第二笔我就确定了，但是你第三笔已经没办法回来。哦，我被害了，我的妆都融掉。哦，火啦！这样啊？你说你比例是特别会抓？我一个字还没完成，你在那边。我也是觉得很轻松哎，我觉得你用右边那个包写下去。这一集到底要多长啊？你这样子，人家过年怎么？这一集应该做字。自己吓到，看起来不像，对不对？很奇怪。哎，奇怪。这个怎么长不太一样？我可以去拿卫生纸吗？我是真的很想哭。后面还有声音的声，还有碎。哦、oh. ，好，你继续。好，继续哦。竹简单，竹可以、啊，就是左边小一点，右边长一样。哇靠，你不是比例特别会吗？我不是啊。啊，一样，你就写。好。跟你讲要沾墨，你不沾呗？最后你真的炸到这个，老板。生蚝。你会写生吗？会啊，我跟你讲，生的比例了。你这根本像用原子笔写的。哦，你刀子啊，你刀子。啊？应该是耳部是噔噔噔噔，哎，是吗？耳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笔画没错，我以为你笔画错了。我觉得除不容易。我不会想知道你右边那个到底要多大才可以看到鼻子，歪掉了啦！等一下你害我要修边，还修边呢我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哪是这样子啊？我靠，你这比例真的是很不一般。我们刚买笔的时候，我们有讲说，这是要比输赢，输的人就要给赢的人画脸。我们让粉丝投票，
觉得谁的字比较漂亮。好啊。然后你们在下面就写，譬如说觉得张老师比较漂亮，就写张老师加一这样子。你们来统计谁的票数比较高，然后输的那个人要怎么样的自己说。我们一定要有惩罚。我觉得你一直这样叫嚣，没关系啊。你不是从小什么？他跟我说他写狼嚎出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说玩笑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出生的。我跟你讲，草书 ，OK。我们今天不是要写草书哦。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没关系啦。我觉得大家不管要什么书都好，你就在下面留言说谁的比较漂亮。好，然后输的什么惩罚？嗯，输的要被毛笔画。Why not? OK 啊，好吧，画成熊猫样、啊。不一定画熊猫，反正就是随另外一个人创作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就另外拍一集。没问题。就是毛笔输了的，嗯，的下集。很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挑毛笔。那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时间紧迫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用那个墨条啦，我们就是用墨汁沾一沾就。对，要不然其实我是很会磨墨的。因为他坚持说，我都是用墨条，开玩笑，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。哎，以前都嘛是要这样。你前面讲越多，你后面就越难收尾。没关系，要不要信？我真的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没关系啦。我也没关系。你是没关系钢琴老师吗？我也没关系啊。我是最没有关系，我是全台湾最没有关系的。OK， 没关系，好不好？OK， 就先这样。好，我们继续挑笔。九号。我必须说，你这边长得很有个性，我喜欢。这凭什么这两边会长得？这太短了。你不可以一直这样补啦！哪有人一直这样？你以为在画画啊？好像香蕉的笑。完蛋了，你已经歪掉了！哦，我的天鹅啊，看起来不像，对不对？你这小飞自己都会吓一跳。哎，我真的好怕，我写的跟你一样哦。是什么意思？你完蛋了啦！这样哦，你知道让所有看的人都突然忘记这个是怎么写？哎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去拍？好了，帮你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。炮竹一声无救助。好，那就换我喽。你死定了，自己的字哦。啊，好可怕啊！啊，看起来有点像小孩的，是这样写吧？为什么每次喜欢看不懂这个字？像蚯蚓一样。有进步对不对？比较顺啊，我觉得开始有一点顺吗？我觉得挤很难。我尽力了。好，这个比较多笔画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辛辣的辛吗？啊！我觉得很有你的风格。是吗？对啊，就短小型。啊！还行啊，比例好。还不错哎。好了，自己尾牙自己办，哎，好像还行哦，还不错啦哦。你哪里的起来？哇，你真的是很有 style 哎。我的是很有 style 啊。我是觉得我这个太像 BOP 了。这个真的很好笑。是可爱的。这个真的很好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各自完成，然后再把它拿开来了。OK。哇，好累啊。很累哦。钢琴打开，节拍器。长笛打开，调音器。我的拍写错。哎、欸，你的拍，让大家看一下。他牙齿掉。哈，蛀牙了。我看一下你的。我这种叫不拘小节，你近看好像看起来好像怪怪的，但你远看放在一起，就是有一种整体感。近看好像怪怪的，这句话我是很同意了。笑哈哈新春特别节目写春联就到此结束了。大家过年的时候记得在家里可以就是写写春联，然后拍个照，哎、欸，传给我们看。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拍了在下面留言。对，我觉得应该都写的比我们好太多。应该是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抱歉，我们这部影片不是在教你怎么写毛笔、千万不要这样写、喔，千万不要学我们这样写毛笔。
所以不是教学影片哦、嗯，大家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压力太大。对，我们纯粹就是哎、欸、应景一下这样。对，然后觉得好久没有写毛笔字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家里稍微玩一下，这样写一些祝贺的东西贴在家里好玩嘛。是的，过年有喜气的意思啦。嗯，那就希望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诸事大吉，诸事顺利，猪年行大运。恭喜猪年发大财！还有大家，因为我们是玩认真的，嗯、我们这是认真的，所以呢，请在下面留言，你觉得谁写的比较漂亮？对对，你觉得谁写比较漂亮？譬如说姜老师加一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来统计票数、哦。对，输的那个人就要被毛笔画脸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OK， 就大家在下面留言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